李亚迪为国出招，韩国瑜一家入去机场，随放拿白乌的鸡龟，考试国民党民众党是乌相幽灵，霸伫咧伫欢迎顶空，韩国瑜看甲转眼去，嘴开甲开一开。韩国瑜切出诚意，定期十杯披萨八盒，挑定亚一年的位，加一种暗顿的选择。那亚的位加韩院长说多声，但是民进党团无稀罕。他会吃韩院长的诚意披萨吗？对，20个披萨，不会吃吗？韩国瑜想好好当一个立法院长，不是发披萨给大家吃，而是应该秉公处理，包括我们要求了表决已经不知道多少次的记名表决、点名表决。考试韩国瑜卖甲宴会正做 party， 伫赢不管用什么款战术，那边要是我靠人数的优势，硬是偷通过立法院这款刑事法的听证权甲调查权，但是内容充满争议。第52条、第59至4条接受调查询问，听证会出席者经过主席同意，会当在必要的时找律师或是专业人员伫现场协助。第59至5条，那是对用牵涉到国家机密、超过调查目的的结论，行政法诉讼规定会当拒绝证言事项，也是法律保护的个人文书、秘密等等，会当拒绝证言表达意见。但是那是无正当理由拒绝听证，经过议会决议，相关会处10万罚款，依规定说相关罚金。改革应该先改自己，有参与秘密会议的时候，如果有到中国去的时候，要先在内部来做报备，这才是改革。在白色恐怖的时代，让台湾人晋升到今天2024的台湾，还要让我们晋升，蓝白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？是因为找到了新国父，这个新的国父就是习近平。谢谢谢谢。无得管反对的声音，国民党团唱国歌反制，讲二八要国拼三头过关。国会改革无法在努力过程当中，希望在28号能够顺利来三读通过。5月31号，卓荣泰院长的施政报告以及总咨询，国民党都不会背锅。我要提醒国民党，不要又想要去快转，去跳过了必要的法律程序。我们不预设立场，我们没有时间表。面对那被澳门立案的强势反控，国会改革法案调压大阵，一礼拜二会继续拼。民视新闻台北报道。更多精彩新闻，请下载 APP 民视新闻网。